放心啦，我讲过，我对你点点啊，正常我无啦。我孙也袂当
袂啦，这个囡仔才单纯，才可爱。你跟我同齐倒转来，沿途你还讲你的情形，我知吼。有啦，我讲我你知。多谢你来，
婚来，人都要再嫁嫁别人，你嫁去做阿姐啦！啊，你在讲什么？你怎么老在讲话哦？我操你来讲什么？我哪里来去啦？你今日不算啥，你放心哦。小戴若到位，咱就叫咱的秘书来做。加加加加，到位啊，到位啊！有啥子啦？我一个心肝宝贝啊，你放心，我甲你笑眯眯。是要你去卡动手，你就是讲，就凭你也是要跟我去卡动手，你哪会知影？你不仁不义，这刘家这了正贤惠，你无爱在拍架呢，死鬼姑娘了，何以安尼死乌青结婚？我看你到底话你吃不甘，你若要我爱，我来替你爱哈。嘿，你太过看我，你讲无论怎样，我这场哦，你想我徛你边哦，原来是我对你无体贴啦，哪里讲我有叫爱，你有听到？你也知影痛了，哈！你敢知你拍的时候有偌痛？我才拍几下尔，以后我唔打。你是拍无够对啦。无啦，我未做想要拍啦，无啦。好啦。听过，听过。什么听过？这尔上简单就要好个哟，哈！啊好嘞，你怎么小听？我听遐是正人坐，你无去个人坐，我坐车。你怎么现在在做嘛？做你想要听啊？歹势啦，搁未听伊歌个啦，你着知影我是为你哦，吃醋，我才安尼。我希望讲你哦，带领咱囝啦，啊咱囝嘞，不过你啊，你千万哦，唔通离开阮，你帮咱囝保保哦，有老爸，无老母，你敢袂行入门口？你敢袂心安理得啦？你讲心安理得袂开口？你点点啦，阮两个咧讲话，无你就听哦，我无可能原谅你啦。好啊，拢点点啊，迄个离婚时我听话呀啦，听话，安尼上解好，安尼有影无？好啦，恁当怎啊来？我看袂出来是。其实阮拄只拄仔是做一场戏，头壳要清空，无你对有心也是无心。敢有影？对啦。你意思你？我就是伊客人的阿兄。就较早讲的啦。讲啥？阿娘。阿娘啦。阿娘，也是客人的阿兄啦吼。你叫我二兄就好啦。查甫人虽然有错，嘛都爱有爱，爱互相珍惜这份的感情，不是用炮用骂，爱骂我都在掠掉，知影无？
出事会无下场。你也袂讲啥？啊，你较笑话啦。啊，会用的无？好啊，你来当圆满就好。希望你会当珍惜这段的感情，既然你厝一家大